发现高跟鞋好难哦，所以我会多练习。虽然很累，但是觉得学到很多东西。大家辛苦了，在9月28号呢，当天演出能够成功，加油！你的惯右脚是右脚，或者左脚都可以，看你自己的习惯。重心本来就在后面，没有往前走，你重心要往前。希望9月28号可以把这些所学到的都呈现出来。高跟鞋真的很难走，然后回家会多多练习。就希望可以跟大家还有老师一起加油。好，就回家要好好自己练习一阵子。就是要有困难才会激起我斗志，加油！期待我们1个月后的表现吧，希望可以跟老师一样美丽哦，加油！